过过十几天就要过年了，南投县幼稚照顾关怀协会今日伫草屯镇敦和社区举办春节关怀活动，进行义诊、物资分散以及社会福利甲长照服务宣传，集合各界的资源甲力量，做伙来关怀弱势族群。结合着学校积极教育，苏醒做来参与着义诊，利用家头长的好技术回馈予社区。尤其要过年啊，帮中者来修剪头髪，会当有水水造型，欢喜来迎接着新的一年。协助社区这些老人，希望他们老人家们呢，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。那也让学生学习到回馈社会的这个部分。安尼趣味啊，啊种各方又唔差，还佫加头毛，我有加头毛。南投县幼教照顾关怀协会趁着年节进前举办关怀送暖的活动，在敦和社区协助之下，邀请着乡亲作为到老者，而且活动内底佫提供弱势民众工作的机会，作为加入着服务的行列，嘛帮助因来增加着社会参与感。第一次参加这个是对我来讲更高兴，因为大家都可以参与，然后大家就是说有工作没工作，就是互相关照。还蛮不错的啦，而且来这里帮忙，我觉得哈，大家能走出一篇，就是互相运动、互相互动，结合了很多我们民间的力量，然后捐赠了一些民生物品与食品，然后一同表达我们对弱势的关怀，然后希望每个民众都能开开心心的迎兔年。那也感谢协助活动的各个里的里长、理事长，还有义检团队、善心人士，那大家齐心齐力的送爱心。集合着各界的力量，协会举办着春节关怀活动，把爱心来传送出去，最关心弱势族群，希望让因带来过一个好年。记者林雨欣，草报道。